您的衣食住行全部重量。拥有健康是对社会的义务，公民健康才有国家健康，才有傲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。前人总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其实比光阴贵重的是健康，唯有健康让光阴无限延长。今人爱说，心有多大，梦想的舞台就有多大。其实，心和梦的舞台，都要健康的铺设、丈量。不要用财富、名利、地位、权力人生成败。人生最基本的坐标是健康。没了健康，就没有了一切，所有耀眼的光环都无所依傍。不要用年龄定义人生兴衰，失去健康是将朽的树，断根的苗。有了健康就青春不老，活力四射，桑榆之年一样发热发光。健康是最丰厚的财富，健康是最幸福的时光，健康是友谊的粘合器，健康是爱情的避风港，健康是事业的起跑线，健康是快乐的孵化场。追求健康，拥抱健康，才是21世纪最大的觉悟，最流行的时尚。追求健康，拥抱健康，才是新时代最亮的风采，最美的形象。追求健康，拥抱健康，是21世纪最大的觉悟，最流行的时尚。